喂，哥，你在干嘛？什么意思？在那个少林寺，你为什么在少林寺啊？因为这边有个活动，所以在少林寺。他们在少林寺好像也举人特殊的一个活动，很棒。哦，没事，就哎，说，哎。你等我一说下吧。啊，等我一下，等我一下，我经纪人找我，等一下。妈，不是呢，那这问他就很明显，就是他知道在开房，对吧？肯定能知道，问他这个其实就知道。知道也无妨，我就直接问一个最喜欢的。行。啊，说我问你个问题好吗？你说。603，你最喜欢谁？王心凌。我就说了，庚哥最爱我。我是不是说了，庚哥最爱我？是不是爱我？大发大的，哎，来跟偶像情怀大的朋友们来打个招呼吧。偶像挺伟大的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张新特，我是最爱张新特的一个。哎，等一下，这个不能是就是因为采访才说的哈，就是真的最爱我啊。那我也不知道你采访了，你为什么最近打给我都是因为采访？我，哎呀，你有毒啊！我不是打给过你吗？哎呀，气死我了！好了，开玩笑，开玩笑，你在录采访是吧？对，我在采访呢。好，你行好好了，采访，好好说话哈，别闹腾哈。行，知道了，你好好练舞吧，你快快练舞去，你去练舞去，练舞去，学好了教我啊。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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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